们的开幕啊，非常的精彩。我们请到美声天后海莉，要在10月15号的晚上7点，在我们的丰原体育场啊，那会开唱，包括呢今年在啊奥运闭幕啊，那得到很大回响的日本的Era 光影舞团也会来。今年的花都艺术季比去年的花都艺术节还要多样，还要精彩。那欢迎合家观赏。